长堤是躯干的弧线动率，属于一个复合的动率元素。在沉气往上提的过程中，身体要经由拧和移的过程。强调以腰带肋，以肋带肩，一节节弧线上提。庞提的身体形象犹如一轮弯月，又似满风的帆船。庞提是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元素，在腰部流畅细腻的转换之中，体现着中国女性娇雅妩媚、清秀俊丽、美、媚、流畅，这些都是庞提内在韵味的特征体现。